哈。人讲你录音啊，你搁吃了。我在减肥耶，没关系。嗯。别动啊，你搁在吃。啊，等下就是要拍这行啊。对，讲真的，这吼你吃了之后，你就会爱不释手，然后会规罐吃了了，真的。我今天要做洋芋片的。对，然后伊头刚减了，头一包，直接买迄个扁的迄种洋芋片，咱怎么没有买现炸的？买洋芋自己来炸。无，这让你夹来吃，真好吃。今天好好吃哦。新的做法，新的吃法。真的吗？不一定说，不一定就讲买什么菜来煮什么菜。哦，你意思是说把这些虾松放在洋芋片上面了？对啊，那虾松吐了，安尼。Oh my god！ 赞呢，好，那很好。你今天讲今天要做什么虾松哦？对啊，洋芋片虾松。这个我很喜欢吃，那是生菜虾松嘛。嗯，对。啊，洋芋片虾松，囡仔爱吃啊。啊，无青菜，无人啥敢吃呢。哦，赞呢！啊，准备的材料，紧来，紧讲一下，紧要紧吃这个啦，黑林。啊，内底就是我太白粉。太白粉。沙拉油呢？沙拉油。系啊。啊，再洋地瓜。洋地瓜。洋。豆啊子的豆啊子的洋地瓜，过来。芹菜。芹菜。香菇。香菇。啊，姜米。姜、米、蒜米、蒜米，就是足细粒的，所以叫做米哈。还有吗？洋芋片，洋芋片一定要原味的就好哦。弄个沙林。好，安尼样。嗯，好，咱开会。开了。刷落去豆油。嗯，那豆油就。豆油，哇，油，这是要啷啊？要用迄个虾仔啊？嘿，把虾仔稍微把它拉油一下。拉油一下就拌一下拌油就对了，对对对，让它油熟了。啊，你要做什么摆盘的吗？对，我要做摆盘的。你看我多巧，拿来拿巧，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巧到？刀路不错，都平大底啊，平大底，而且还都不去切到手。刀啊，45度定点，这样啊，你想这样。哇，你都被造出来了！哎呀，太厉害了！哦，安尼怎么个安尼？太强！哦，站起来呢！对，啊，这样子个黑起哩，安尼咱这个菜特别熟啊，哈！刚刚那都加分啊，妹吼，老师。对啊。哦，来，老师好哩。嗯。太熟。应该是好哩吧？没有外向，好吧？来，啊这边呢？哦。那怎么个滑？滑油一下，滑油，加油油的，滑油一下，哦，它里面有蓝黑的太白粉啦吼，你讲太白粉叫啥？沙拉油的，沙拉油 ，good go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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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， 啊这哦，有这诶鼎加油。唔免想嘅，哦，唔免想咧，啊，无你啊想咧吼，伊会黏掉咧。嗯，哦，啊，因为先啊要做这个骨溜骨溜，这个骨质骨的，嗯，来保住，没有保住伊的水分。嗯，啊，伊食起较袂安尼，叉叉叉叉，对，好，沾手了吗？会使倒落来，哦，要滤油，嘿，咱家留啊，家只油油离掉，嘿。好了，咱加加点啊，葱啊油，葱啊油，啊是香油，拢会使。香油 ，OK， 好。好。然后呢，蒜米，蒜米，米，米，哦，米米。然后还有姜米，米。金文老师，你刚才教那个幼稚园的姜米，啊，姜米、姜米，加点那个蒜米，啊，金妈这是那个香菇米。好。咱来炒菜，好，拌拌的炒菜。哦，这胖的哦，哦天哪，哪会这胖啦？来，安尼好。好，来，咱怎么个？这豆仔子黑了。豆薯。嘿，豆仔子这个是咧食黑，咱拿来食黑啥物？哦，春卷。哎呦，啊，佮有迄种迄个梗有无？因为这是国民蔬菜，一年四季都不会涨价的东西。哦，对对对。零数袂，加你的马铃薯差不多。加点啊米酒，加一点啊米酒。
好，来，咱来香味更不一样喽。嗯，茶一盆，好，茶一份，盐盐杯啊，数量。好，你这边无？阮兜欠盐了。上顶级、上顶级的烟花给撒来啦！咱到二层盐呐，啊，哦，咱糖给综合去。糖综合。来，今麦个加芹菜了，秘密武器。哇，秘密武器，上香的。嘿，无这项，也不错的。重点来啊！胡椒粉，赞哦。好，阿海较保水嘞，点仔水。好，点仔水。我看你要下个动作吼，安尼又搁加过。安怎？嗯，我看你那较大。有干吗？嗯，较大的感觉。这个不能太干嘛。嗯。好，咱再放起。好，安尼就好啊。嗯，嘛不用介困难啦。感觉真好。我勉强啊！也知我怎么勉强。因为它是散状的，你很不好黑对不？原来呀、啊！啊，专业的，专业的，好黑。老师你黑，你不早说，你要看我闹鬼。老师你怎么这样子？闭气，往前推。哦，推，翻，推翻，推翻，推翻，对，哦、推翻。推翻，推翻，专业，我学不来。嗯，这样可以上了吗？上，关火，老师上吧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老师你上，你要全部腰下去吗？没啦，有够啊。够哈 ，OK 哈。天哪，来。啊，你怎么安呢？哦，不用，我先用这里的。我的是一番的口味。烧烧啦！哦，无同吼，那好香。好，这样呢？那肯定讲会老暖，有够好食的呐！阿娘喂，新型的洋芋片虾松，先甲恁阿孙的洋芋片先给他放在边啊 ，AM 加做一道料料，恁阿孙的吃甲吃到饱。有够赞呢！这比你光迄个青菜，更加赞，真正。哎呦，好好吃哦！人家紧嘞，等伊紧做，家己吼，明仔早是迄落下晡吼，赶快去菜市场买菜，真的好吃。我们下次美食天地再见喽，拜拜。